今天我找了阿四来与我进行一场厮杀。我们的目标呢是在20分钟内尽量的取得道具，只要能将道具连成一条线的人就能获得胜利。那如果连不成一条线呢，就看谁取得的道具最多。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这次我要打破阿四的实况组之力。所以我们目前调整好就可以开始哦。OK， 可以啊。啊，玩妥。那开始就要直接开始哦。哎，没有，开始之后好像会有倒数啊。总之我直接开始玩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开始吗 ？Go， 走吧。哦，五秒吗？对，倒数五秒。哇！然后接着他地图会开始洗白，你有看到吗？哎，真的真的。哦，这什么东西好酷哦。就是地图在洗白啊。你不是生存大师吗？你觉得你会赢我吗？一定的、啊，拜托！我上一次那个去人家玩 UHC 的时候，第一个不到十分钟就被苦力巴炸死、欸，哎，怎么会输？我哎、欸欸、然后我们好像没有防喷哦，没有防喷？对，没有防喷。可是它会有起始的，好像会有起始的工具。好、哦，开始哦，开始了，开始了。哦，那我先抓一条。等下这边不是热带哦，所以不会有小丑鱼、欸，哎，真的吗？哦、对啊。哎、欸，我是，然后手上真的有附魔的稿子跟斧头、欸，哎，对对对，效率的。OK， 我一定要找到一些比较好拿的东西。OK， 我附近有一些很棒的，可是他怎么都不会做那件事情啊？什么叫那件事情？你要说出来啊，不然我怎么会懂？你知道的啊。那我要先来做个什么东西呢？先做公子海啊。先做这个。哎、欸，藏起来！哎、欸，那么快啊！哇，你怎么会做？你是不是大师啊？哎、欸，每次你这样讲，都一定偷偷在后面有什么计划？不是啊，知道哦。怎么那么难啊？啊，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要顺便去打一下中介龙？打得了啊！哎呦，我看到小只海龟，完了啦！我是不是输了、啊？我完全找不到需要的、欸。我现在完全就是在地表瞎晃、欸，我要输了、欸。你再继续发呆，我要开始烧铁了。你是不是生存大师啊？一定的啊！哎、欸，有限时时间哦，20分钟内要打完中介龙哦。啊，真的、哦，真的有限时间啊、哦！上面有个黄色的啊，我们要打中介龙、那我是不是要输了、啊？等一下，有，我现在才发现有限时间哎、欸。对啊。哎、欸，等一下啦，你可以等一下，我你怎么有铁了？等一下，我在地表上面被我找到的。完了，为什么啊？为什么都没有我需要的？来喽，锁链！哎、欸，你怎么有锁链了？我烧了铁。不行不行，我也要往下挖。好像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我先去做其他事。那我要输了。我挖到碎石了，锁链是用铁力加铁定做。不要，你冷静一点。打火石！哇，我差三个了。等一下，雪地有兔子对不对？啊，你那我差三个。我现在有那个啊，啊，我不能说。啊，可差一哈。观众你们自己看、啊哦、不行不行 我一定会赢好不好 我只要阻断你一个我就可以你就没办法了对啊我现在找到一个雪山哦雪山没有兔子吗我记得有兔子才对哦我当然没有啊你要去海底找啊海兔子要在海底找对啊哪里来的海兔子啊就是他那个是海兔子的皮不是重点不是那个重点是为什么我找不到东西我现在一个都没解一个都没有哎、欸哇，你超夸张哎！不要让了，不要让了！哦，你要干什么？哇靠，我抽不死啊！哦，我找到了！你找什么？快点下蛋，快点下蛋！不要，不可以下蛋给他，不要！谁快点下蛋？对，我身上还有好多甜没有，赶快吃吃！啊，人家中到了！哎、欸，我怎么解了一个东西？哦，你有火药了！我有火药哎、欸！哦，好险！火药应该跟我没关系，只是等一下我要怎么挡？怎么没关系呢、啊？先把蛋下出来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挡住了。不能啊！最左下角。你先冷静一点好不好？不要，你们快点下蛋哦！这三只鸡到底在干嘛、啊？它不会下蛋的啦。它播啊！来喽，各位，数到三秒之后鸡会下蛋。不会，不可能！我已经把鸡的下蛋关掉啊，它不会下蛋。还想唬烂？哎、欸，我发现。废弃矿坑就有铁链嘞，哦对耶，可是我找废弃矿坑哦，我没办法那个。阿四，我饿了，不要叫我，我不是你爸。你要帮我买火柴，我不是你爸。哦，我找到个好康的，吃瓦斯，希望这个可以帮助我。
获得一点东西。哦，还蛮多的哦，这不错哦。哇、哦，快点出来！不能啊，但是你带着兔子没？还没啊，我现在在卡在一个我觉得应该要出来的东西，但是还没出来啊。你说大便哦？对啊，鸡大便。你说便秘哦？怎样？我知道了。等一下，你不要再开挂拉斯，你不要再当赖红领了。这我一定告。来硬的，我到现在才烧铁，是太惨了。没有没有，快啊！你们这三个小王八蛋，快下、啊！他不会下的，我就跟你讲，我关掉了，你可以去找别的了，好不好？真的，可能你可以找别的了。三只鸡，等一下鸡的下蛋几率到底多少啊？怎么可能还没下？很低，就跟你讲很低，二十分钟下不到一颗 ，OK。所以我说你可以放弃了，可以的，真的可以了，啊，可以了。晚上了，晚上了，晚上了，我现在来来注意食物吃好了。漏斗，对，哦，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鸡蛋获手获得。哦，到现在才两个哎，不要啊，你不要再拿鸡蛋了，快点下蛋啊！你们这三个小王八蛋，你不要再逼他们了，他们就不想下啊，对不对？这附近还没有其他东西，顺便来看一下好了。哦，苦力炮。哎呦，骷髅。哎呦，干嘛、啊？它是这是什么啊？补给箱啊、哦？就好像是补给箱哎、欸。对，补给箱。不行，我要再烧一个铁了。烧一个铁出来之后，刚刚有看到旁边有另外一个东西哦。什么叫另外一个东西？哎、欸，我这个我不能说哦。哦，你又你可以讲啊，反正你又不会。啊，真的吗？对。我先做个盾牌，然后盾牌做出来之后。走，我们去找、那個、要拿唱片了。不是，我们去找那只哦，骷髅弓箭手。差点死！我们趁现在去找骷髅，真的、喔，真的找这只骷髅弓箭手。啊，我死了！哦，三个骨粉，这样就有骨，这样就有骨了。哦、我差点死了，完了。你还没死哦、喔？差一点。你要骨粉干嘛？你要骨粉干嘛？有骨粉之后呢，我就可以像这样子，先来做个这个东西，就是锄头。啊！你要干嘛？锄头之后放出来，然后小麦种子撒一下，撒一下。哦，你没有兔子没有用哦，这样就有一个了。就跟你说，你没有兔子没有用了。骨粉这样还不够，然后顺便等蛋，一定会让我找到的啦，兔子。哎呦，差点死！啊，我想到一个东西可以做了，虽然说不是很重要，但我饿到只能吃僵尸肉。来加减做一下，你就知道了。我想要来加紧做一下，快再多来一些僵尸。啊，你不去那边拿吗？你不去拿那个补给箱吗？我不确定，我不知道补给箱要去哪里拿。负六十，下蛋了！呀、yeah! ，不要！我跟你们说吧，这就是实况组之力耶。所以我有实况组之力吗？我不确定，不过我有。OK， 然后再来，我再去多找一只骷髅。现在我就可以做出面包，准备就差不多了。只要再找到一只骷髅，就可以做出个面包了。不能啊，你做不出来的啦。快快快快快！弓哦。Yes， 弓。哎、欸，你到底会不会把东西丢出去更新啊？我怕我的怕不会自己更新啊。我的会更新，只是要过一下子。我的过很久，它都不更新的。OK， 我看到骷髅。来，那这只骷髅要把它打掉。嘿，不要啦，不要再打骷髅了。嘿，有阿斯，我们有话好说，对不对？有啊，我们赢，等我赢的时候再跟你说。不行啊，可以做出一个。等一下，我的工作台又没带过来，没有苦，没有苦力怕。OK OK。啊，可是你还是没有兔子皮。OK， 就只差一个了，面包了。你还是没有兔子皮。没事，我去找一下。我刚刚有那个雪山那边，我再回去看一下好了，搞不好有机会有。你先冷静点啊！哦呦，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赢。我跟你说，你先冷静一点了吗？我不能输，我不能输。这是什么垃圾？辜负各位观众的期待哦、啊！观众不会期待啦。来了，那我先往这个方向哦。抬、欸、到一个好东西。哎呦，哎呦，钻石哦，哦，我好像在捡不一样的东西。对，好像很厉害，但是没什么用。有啊，哦，补给箱，补给箱是那个意思哦，在那个距离的意思哦。钻石铲。
哦，钻石铲也要用哦。对啊，我刚才看到哎，补给箱原来有显示在那个坐标上哦。有啊，我刚不是跟你讲有。哦，我刚没在听哎。你好扯哦。不合理啊。来，我直接、哎、我要选择做一件事情了。被骷髅射杀啊！你要直接重来是不是？我直接回地表。我要来去找兔子。啊！等一下，等一下。啊！粉雪，哇、啊，好危险！你找不到兔子的。我要比你找到。不会的，你找不到。兔子皮就没那么好掉，对不对？嗯，好可爱的声音哦！刚刚那是羊的叫声。对，现在还晚上哎。兔子皮，兔子要用什么银啊？花不行吧？应该要用胡萝卜哦。花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啊！啊，你干嘛引兔子？不是杀了它就好？我怕被它跑走。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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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靠，安德哎！你知道我把下面东西全部抛弃了，就为了来杀兔子。等一下，那只骷髅在干嘛啦？兔子！雪地好危险哦！兔子哇哇哇哇哇哇！哈哈哈哈哈哈！真没找到兔子啊！原来找到了，好扯哦！雪地啊！真的假的？真的，太危急了吧，差点输！我靠，这样又要拉长了，可恶！等一下剩下的东西又超麻烦的。不会啦，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很棒的，看能不能拿这个。兔子皮被抢走了。你是不是太想凑一条线了？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直线凑一条线哦、啊，就差那么一点呢、啊。没机会了。三木十五秒。Yes。三木十五秒的话，钻石铲灰色燃料。我现在多你一个哎、欸。没事没事。我现在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拿？剩下的都好麻烦哦、喔。对啊对啊。发酵蜘蛛你就不用想做了。我们好像快来不及了耶。那叫什么？一个灰色的花的话，我就可以做了。真的吗？啊，要输了！会输吗？要输了！一秒，要输！啊！啊！输了！哦，所以他一局就是20分钟。好扯哦！哎、欸，那个地形好烂哦！屁呀、啊！所以你要再玩一局哦。再来啊！哦呦，你旁边有没有什么特别东西？我在一个峡谷，我旁边有村庄哎、欸，真的假的？太爽了吧！啊，可是这次有需要村庄啊？你作弊吧？没有，而且有食物啊，而且有苹果啊。可是村庄，哎、欸，对耶！哇，你作弊吧？真的吗？对啊，我要先去找白桦木，这是我唯一的小机会哦。哦，我看到我那边有，哦，开始了哦，快往那个方向，你是要去那边找是不是？对啊，哎、欸，为什么我有那个飘、啊、的效果啊？一开始坠落的时候怕你扣血。哦，没事没事。总之，哇，这边好多动物哦，那我也不算没有食物啊，生吃就好。真的吗？原始人。哎呦，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做一件事情。你不要。哎、欸，这明明就有村庄，这次却没有钟，哎，很烦。啊，钟哦，还有钟这个东西哦。哎、欸，那我先这次没有钟了。先做个门出来。哎、欸，你怎么快啊？卡个一格。你怎么那么快啊？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OK， 然后就是多采集一些的食物。嘿，这附近还有没有什么东西？顺便看一下哦。哦，还有那个东西。对对对对对，那不是，那不是，那不能。这个不能浪费哦。不能哦，那个是我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啊？对，我知道。出来，苹果、啊！你要拿苹果，我不知道拿苹果。那你还说吃？我哪知道？苹果我拿的是更难做的东西。真的吗？对。先把这上面挖掉，这样等一下苹果有机会先掉下来。这上面挖掉，然后下面就是自己挖。苹果是我的啦。苹果几率是多少？64%啊？200%。啊，有那么低啊？我查过，我还记得。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啊？买块小博士，注意哦。皮革帽哦。Yes。哦，有了，我拿到苹果了。可以可以，不亏不亏。我就不跟你争那苹果
没事，我已经拿到了。欸我发现还有更多可以先做。這個、喂！啊？我今天不太会走路，我一直摔到摔断腿。奇幻皮革怎么那么少？哇哦，对吼，杀牛就可以有皮革吼。对啊。我一直在想皮革很难收集。不会啊，没错、啊，皮革哪会难收集？好像也是耶。好了，我先做一个东西来挫挫你的锐气好了。好啊，好啊，这个是我必须先做的。我来看一下哦，面包是不是 ？Yes， 我也只能吃生肉了。那我这边的话，可能要先加紧脚步哎，赶快先来把铁烧出来。你就慢慢烧铁吧。我先在村庄爽一下。你爽你爽，我也没地方可以爽。我刚刚去地表绕了一圈，什么鬼都没有。哦，又可以那个了，又可以快乐了耶、yeah ！来，我们来快乐一下。熔炉，然后把这个食物给塞进去，这样等一下才有机会活。皮革库，皮革库也是哦、喔，是啊，哇，你直接两个皮革哎、欸，对，太爽了吧？哎、欸，还不够哦。哦，现在这样子要再多挖一些。接着我要来做一件快乐的事，然后趁现在，趁现在。赶快去找一下碎石，碎石在哪里？还来得及吗？而且我还要再做一个东西啊，还来得及吗？这个碎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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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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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碎石干嘛？快出来，快出来！啊，我已经挖到了。不是你要碎石干嘛？来来，先做个打火石。OK。哇，你怎么你有铁了？有呀，那我就做这个。啊，铁斧也是哦，哦，我都没看到、欸，是我瞎了吧？哇，有点亏，没有拿到他打火石。没事没事，哦，这边有那个、欸、僵尸，这个僵尸会掉出马铃薯，马铃薯，马铃薯，不会、啊，马铃薯没有，可恶，马铃薯就是我的了，我在村庄啊。可是你还没拿、啊，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马铃薯。哦，不行不行，哎，干、欸、村民不要捡我的马铃薯啦！把马铃薯捡走是怎样？啊！然后我再来挖这个。来来，赶快赶快赶快！这次我会赢哦。烧这个。你要干嘛？喂 ，OK OK。等一下，你到底要干嘛？要用，再挖一个铁，再挖一个铁，铁矿铁矿，铁矿在哪里？不行，你不赢不了，因为我要再挤一个了。真的还假的啊？真的、啊。我觉得你想做的东西跟我想做的一样，这个、啊、不是搞什么？哇，你真的是在村庄爽哎、欸！我在村庄啊，我还要烧食物自己吃哎、欸，超麻烦。不用、欸，阿爸，你知道做什么？我需要做、哦。等一下，这个。哇，村庄哦，对哈，村庄还有那个东西哈。村庄是不是太夸张了啦？太作弊啊！好扯哦，游戏完全不同难度啊、欸！我现在六个，你三个、欸。你还是有机会反败的啊！你一定先下去挖矿，我还没啊，对不对？等一下，等一下，我被 bug 卡住了。方块 bug， 方块 bug， 刚刚苦力怕把方块炸坏。你遇到苦力怕了？对啊，对啊。所以我接着可以稍微稳定一点的。哎，白痴 bug！ 稍微这边看一下村民有没有交易什么的需要的，好像没有。啊，白痴 bug 啊！到底在干嘛、啊？走不过去啊！你到底在干嘛、啊？哎、欸，阿叔，我问你，你知道灯笼怎么做吗？我灯笼是不是需要铁啊？铁力围一圈火把啊？是的，真的吗？你认真？对啊，啊，你有铁力哦？有啊。啊！真的还假的啦？什么东西是假的、啊？来得及吗？来得及吗？先做个火把，然后铁力这样围起来，有了。欸哎、欸，我来不及点，我操！哎、欸，现在在那边手动合成啊，什么年代啊？哦，我点错，我把它收起来哦。哎、欸，哎呦，我还问你，我是不应该问你啊。等一下，这个可以哦。哪个？你又要哪个？你又要哪个了？来来来，我们拿着这个剪刀过去哦。好，那边刚好有一个地形，叫做废弃矿坑。那就交给你了。然后我就可以挖到这个。蜘蛛网啊！你怎么快啦？哎、欸，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什么好机会？虽然红月走在村庄，直接爽了六个东西，但是我也不能输啊！你已经五个了、哦。看一下，对我有五个。
现在就是看一些铁制品能不能抢到什么。再来一个！哎，你怎么快啊？等一下啦！放车，我在洞窟里面一直绕，一直绕。你怎么快？哎嘿，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快！没机会哦，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弩需要两根线跟一个铁锭，可以可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不是哦，你不要再乱讲了，弩不是这样做，弩就是拿弓箭去做啊。没有，我已经看合成表了，你还想骗？你为什么有合成表？因为我已经拿到相应的对应的一些材料了。真的哦？快快快，不要死掉，就还有机会哦。哎呦，这个地方的红石我竟然挖不动，可恶！不要，你不要再闹了，你到底是哪里？为什么你在洞窟里？喂喂，我感觉我不应该两条挖，因为那个我们要拼一点，死了就算了。等一下，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好危险哦，这个地方。哦，挖了红石，可是挖不起来。哦，挖了红石，挖不起来。我也是，真巧。你没有铁镐啊？谁叫你要坐什么矿车？弩。哎，你是坐矿车吗？我矿车也坐啦。啊，你坐矿车了？等一下，我差一个东西哎。等一下，我差一个东西。藤蔓的话，地理里面可能也有哈。没有。对，我还会找到钻石，可是我挖不动。你冷静点，你不要再挖。你是在开挂？你是不是开旁观者偷看啊？没有，等一下，那你不要再开挂，为什么啊？为什么在村庄还要输？为什么在村庄还要输？我也不知道，我无法理解。烧门了。嗯，挖到了。然后这样，等一下可以做什么？铁矿好像有点少哎，这个地方。下面有岩浆，岩浆用来干嘛？哦，你可以去，没有啊，你可以休闲一点，你先去看补给箱有什么。嗯，我也这么觉得，对不对？我等一下去地表好了，地表应该会有一些需要的东西了。Okay, 你去就对了。不过在那之前，你干嘛？我只要再烧个石头，我应该就可以做出个这样三个火把。等一下是要红石中继器，不对，是红石。红石比较器啊，两个都有。红石比较器。不是啊，两个都有。对，两个都有哎。那我先做个中继器。原来现在已经有内建的合成了，这么爽吗？对啊，然后还要再做，哎，生板岩砖，对吼，还有对生板岩砖。而且红石中继器，再来是比较器，比较器怎么做啊？它那个东西到底是投资器还是发射器啊？哪个东西啊？O 型的、哦。对啊。我也不知道，我也认不出来。那两个到底在干嘛？哎，等一下啦，你可以冷静一点吗？你不要那么快好不好？等一下，我不知道这红石比较器怎么做哎。等一下，红石比较器就是要石英哦。哦，石英哦，对哦，对，要石英哦。对哦。不是，我看到很多好康的，我都没办法挖哦。我想要来做个铁上衣啊，但是铁不够，我快死掉了。死掉了。不会怎么样啊！我找铁。哎呦，差点摔死！啊，骷髅跟僵尸竟然一起死哎、欸！啊，骷髅跟我刚刚这旁边有骷髅跟僵尸，他们一起死了。很好啊！来，先上来把这个铁挖一挖！快点！熔炉也没办法再做第二个。好像还来得及。哦，那声音好恐怖哦，那只龙的叫声。真的、啊。然后被他吓到哎、欸！快 ！OK， 做出来了。你做了什么？上衣 OK， 有人哇！上衣，你不要那么急哦，就跟你讲，你不要那么急，你就慢慢来不就行了？我很急，来自杀！不要再自杀了！自杀回来之后，各位走，我们去找补给箱，看补给箱是什么东西。搞不好补给箱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哦。你不要再做梦了。对啊，而且在这个路上呢，搞不好还有机会找到藤蔓，对不对？你不要再做梦了，没不可能啊、哦，没有，没有那种世界围绕着你运转的啊。有啦，我现在已经几格了，我数不出来，九格吗？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格。啊，我几格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七格。哎呦，完了！那什么声音啊？完了！怎么了？不管他哦，总之我们啊，我的筋！哇，海鞘！我的筋！射气海鞘！